这算是我第一次穿黑色版本的兔女郎装。那还行吧，今天这个造型。手速很快吗？是吗？摇这个是很多慢啊。兔女郎的装扮应该算是我之前有穿过一次，但这算是我第一次穿黑色版本的兔女郎装，很安全的。这次我都有把该遮的地方遮起来了。我去看医生吗？中秋节没有诊所，没有诊所盖。那还行吧，今天这个造型，而且我是有穿高跟鞋的。难怪看起来有185。好，今天不知道可以，我的体力不知道可以撑多久，但我就尽量撑到不行为止。太久没跳了，好爽！不知道是因为感冒的关系，我怎么感觉体力好像大不如前了？我可以先跳一个简单可爱的。我觉得兔女郎有时候就只有这样子的时候看起来超级奇怪的，超级像没穿还是怎么样，不可以色色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奶沟里的汗擦一擦。我奶沟里在喷水。请问可以对着麦克风喘吗？骗。私が見せてあげる。我好了，好像出来了，真假？已经出来了吗？我还没把定番都拿出来，就已经出来了。我要喷干洗发，但我头发真的太湿了。手速很快吗？是吗？摇这个是很多慢啊。我好像没有在实况上跳过那个赛马娘哎。本人呢？本马，
没有人比我更像赛马娘了吧。啊，你们喜欢这首吗？这首真的超智障，跳得太好了，跳得太好啦！你们他妈根本没有在看舞蹈，你们他妈就是在看这个而已，都在看脸，真假？真的吗？可以专心看脸吗？那我比什么？我刚比什么？干，你们一定有些人在看抄答案哦，这边。哎，我觉得今天最可爱的其实是这个，就我今天就是这种，他是会甩一下，像 Queen Card 那种，就是。只不过我恋爱了，这个月希望赶快好起来，我这样才可以练新的舞，不然我一直都只拿得出同样的歌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跳一样的就好，大家很快啊，有些人就很持久啊。嗯，性感跟智障一线之间，乱讲，你刚刚说我智障哦。谁在说我智障啊？谁在说我智障？哈。